本科提前批什么意思？在高考填报志愿的表上会有本科提前批这一栏，那么本科提前批是什么意思呢？提前批顾名思义，就是在普通批次录取之前进行录取的批次，是将一部分类别、性质、专业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学校和专业集中起来，在大规模招生之前进行录取。提前批的特点在于院校和专业都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专业类别主要有文理类、艺术类、体育类、军事及国防生、免费师范生、医学类、文艺类、体育特长类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本科提前批与第一批没有关系，相对于普通批次来说，提前批次招生的院校一般是比较少的，同样专业类别十分有限，大部分的省份并没有明确的注明投档的分数线。